本期讲解一个外面收费688的放飞直播录屏无人直播神器，不限流，防封号，支持多平台的直播软件。项目的原理是支持，软件是支持抖音快手视频号的直播的，需要自己准备视频文件，例如准备一个电影或者啥的电视剧，然后可以录播的任意平台直播，相当于将本地视频用于直接无人直播，一部手机就可以操作，设备需求是安卓手机，不支持华为手机和鸿蒙系统。本机需要卡密，卡密的话一机一码，不支持环保接绑，卡密的话是9000一个，需要单独购买。网站提供卡密的详细购买地址。这是下载之后整套教程，包括教学视频，细节说明，卡密的购买地址，还有这个安装包 APP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可以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放飞直播或者是放飞直播录播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